主料：巧克力酱25克，冰牛奶200毫升，黑咖啡50克，冰淇淋50克，冰块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将冰块放入杯中，挤入巧克力酱，再倒入冰牛奶，搅拌匀，倒入挤晾凉的黑咖啡，搅匀，挖一个冰淇淋球放在表面。OK， 可以品尝了。烹饪技巧：简单的操作，朴素的外表，却有着华丽醉人的味道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